等一下再介绍你好了，你先准备一下。好，我要来给你唱一首歌。那么我顺便做一下宣传，就是我们除了今天在这边之外，我们这礼拜五六日连续三天会有自由入场的活动。明天啊，是我们很特别的无所不在的回声系列演出的第一场。那这次我们演出的地方是在台湾人权景美园区，就是以前的景美看守所。那我们会在看守所的牢房里面举办一场演唱会，十分十分小型的演唱会。那观众可以站的地方除了牢房之外就是外面的走廊。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不是喜欢的话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隔着铁栅栏看我们演出。那礼拜天呢是在东吴大学，那这是二八基金会跟The World所合办的这个叫做什么 Rose Tour 其中一场。好的，这首歌叫做 Please Stay。 今晚的我有羞涩的朦胧，存在依旧是美丽的朦胧。